啊，他等一下就会绕过来，他现在很生气啊！我已经给这个球童嘲讽了啊，他等一下会绕一圈再上来，然后我就直接再锤死他，有没有掉？球童刚刚过来了又走掉了，真的、啊，虽然视野没看到，但他真的过来了又走掉了，果然不信看阿 P。这个影片明明就是我的影片，怎么我7000个赞 ，Toys 有6000个赞、啊？能不能各位帮我拉出一点差距，会给我一点赞？我才7000个赞，他有6000个，给我2个赞啊！不要，你给我2个赞就是收回了，不要按2次啊！不要按2次啊！我的影片从来没有跟大家说记得按赞、订阅、分享、开启小铃铛，很少吧？但是有时候那个赞很少的时候，我们还是会有点难过。暮光之眼，肾哦，那当然是盖伦或狗头尔男啊！兄弟们可以帮我一下吗？有好心兄弟方便借我10元买个炒饭吗？这要没钱了，这把赢了，我借你。这把赢了，我借你。我给你个微信二维码，你加我下 QQ。Listen, I want you to take this. It's $20. Got any more? No, that's. I thought that was a lot. Spare any change? You're welcome. 没有贡献到赞，只好贡献最后的小朋友的。没事啦 ，KLH。我更在意的是小朋友啊啊。赞那种东西可有可无啊！我才7000个赞，他有6000个。李安小开什么外挂、啊？什么意思啊？这人来搓的、啊，来搞的、啊，他在洗屏哎、欸，为什么他不会那个？这是演员吗？我们先不舒服，我们一都点2等，一点2等会舒服蛮多的。啊，酒桶可以入一直入开影吗？酒桶是这么凶的角色吗？300，升 buff 转移，舒服，舒服。我们在此宣告，胜游戏结束，什么东西都买了。在对岸真的有很多网络乞丐吗？啊？我也被嘴过网络乞丐。啊？什么水平？看到我双 buff 还敢这样？再度减值，不过无所谓。来啊！再来啊！再来啊！再来啊！有双 buff 的我是不会轻松回家的。他等一下就会绕过来，他现在很生气啊！我已经给这个球童嘲讽了啊！他等一下会绕一圈再上来，然后我就直接再锤死他。有没有掉？他要来了！他要来了！他要来了！看到了没？看到了没？球童来了，但是他走掉了。酒桶刚刚过来了又走掉了，真的、啊。虽然视野没看到，但他真的过来了又走掉了。果然不信看阿 P， 7分钟，酒桶一定很生气的走过来，他就走掉了。好啊，7分钟，你看啊，不信你去看啊，你去看啊。你好烦啊，肾！我减12了。你有种，他妈再嘲讽过来，我要你命！你再嘲讽过来，我就直接把你头壳锤破。慢慢打，压12。啊？你就再来嘛！网吧泡面好吃，他好像是真的没钱了，怎么办？我开始有点可怜他了。有人能帮我给他10块钱，让他吃个炒饭吗？帮我给他10块钱，我给你，我就转给你。他就是利用我这种善良的心，是不是？我靠！真的是我靠！直接大绝绕干！一样啊，你嘲讽过来，我就要你命。乖的这个人，红牌闪现，学不乖呢这个圣，啊，在史丹利面前完胜，知道我是谁啊？看看你那个圣的 skin 啊，有没有一个叫做上路帝王圣丹利啊？对不对？什么东西嘛这个人？有人想。这也能嘲讽到，应该没要杀他，他只是要赚被动层数而已。
啊！没大呢，哥哥呀！啊，怎么队友又这么说啊？笑死！笑死！啊，一个肥猪加一只肾，还敢他妈想秀我，笑死人！安娜，今天过得好吗？又是大绝啊！抱歉，我已经不是原本的我了。你叫大绝捞干吗？啊，是吧？哎呀，捡石头！每个人都在送啊！除了我以外的队友都是白痴吗？凭什么觉得你走得掉？你就是这么喜欢死亡闪现吗？圣，每次闪了都送头，你到底凭什么赢这个游戏？我就问，你能不能不要一直在下路打架？你们那么烂就别打了吧。到底是什么意思啊？对哦，你们评论就好啊，不用逗我给吧。直接锤烂酒桶，还是得下去打，我就打架吧。我觉得他们就是无脑打架，所以我只要无脑跟着他们打架，队友就会赢，应该吧？我觉得之前这群人已经进入了无脑打架模式了，我现在要去跟着打架了，500成够了，再高也没有用。等我啊！被夹心饼干啦！鬼步开启。重头开启，可以的，不会了，不会抓我了，那很多人来找我了。不会了，不会抓我了，能不能看一下？没有人能看了吗？为什么经理都在回家啊？靠背啊！我走啦！看一下打不通 ，A 两下我半血了，玩不了。龙族小法师大绝灌我也半条血。走，这就是下路啊，这是我们的下路啊。极致下路 gap 又来了，看着上路躺分，今天已经发生了多少局？看着上路躺分，这几遍。他说极致队友 gap， 把把都这种队友，你们也是看在眼里啊。给各位总结一下。伤害25000最高啊，其他中下都是白痴。给各位总结一下，这些人有多配，我们的运气有多差。我们玩七把，我们玩七把呢，有四把呢下路完全炸裂啊，刚好四把都是我输的局，没错吧？13，这种真是不知道怎么救。来看一下积分钟，再经过我的嘲讽，不可能有打野忍得住。秒打上麦后，经过了我们的抖动。你怎么一直在怪队友变得好消极，我好难过。来，吃完这个，吃完这个。再经过我的嘲讽，不可能有打野忍住。13%，13%，你们看到了13%的机会。他居然没有被我嘲讽，
这就是13%，13%会发生的事情居然发生了。啊、他等一下就会绕过来，他现在很生气啊！我已经给这个酒桶嘲讽了啊！他等一下会绕一圈再上来，然后我就直接再锤死他。他要来了，他要来了，看到没？酒桶刚刚过来了又走掉了，真的。虽然视野没看到，但他真的过来了又走掉了。13%会发生的事情居然发生了，他居然没有被我嘲讽，这就是13%。